大世界探索，江湖隐藏成就一。不得不说，这个会呼吸的江湖真的是无奇不有啊！策划的脑洞有多大，估计一头鲲都吞不下。首先是治疗社恐类成就，找到一个离线玩家，最好是在水边的，这样就可以一下完成三个成就。汴京981.1257，这里是一个固定的离线玩家点，靠近它的时候会概率触发离线玩家发来的双人互动，获得成就来自远方的邀约。如果没有触发，就在它旁边来回多跑几次，然后用探索技能吸星揽月把它扔到水里。对不起了兄弟，明天你还是一条好汉。获得成就大宋游泳星探，扔到水里之后它就上不来了，这里的小哥没有了就再换一条线，每一条线都会有一个离线玩家在这里发呆，在对离线玩家使用探索技能里面的挑衅。可获得成就速速投降，可免一死。妈也诈尸了，对不起，打扰了打扰了，再打我可还手了，吓死了，还以为突然活了呢。汴京731.1214，使用吸星揽月把铁箱子扔到墙外面去，获得成就吸引力极强。汴京1181.1097，在这附近的蒲团坐下，可获得成就，我是自愿上学的。药王谷592.308，对石碑使用闲区技能参拜，可获得成就高山仰止。药王谷390.337，浅尝一口，可获得成就躺白板喽。然后随便找一个毒池跳进去，等这个中毒条拉满，可获得成就此子非彼子。碧血营520.475，跳进岩浆里面，可获得成就真金不怕火炼。仙居园248.526，骑三次小鹿，可获得成就悠悠鹿鸣。仙居园784.139，附近使用闲去技能弹琵琶，可获得成就大珠小珠落鱼盘。这里就不得不吐槽一句了，谁家好人在水里弹琵琶啊。雁门关638.437，敲这个战鼓，右边还有个鼓敲它也是可以的，可获得成就脚骨临风。东极海806.543，使用探索技能观察，可获得成就花月在侧影伴于梦。磁咒744.146，一开忘气，站在红色点上使用探索技能看书，可获得成就修身齐家平天下。磁咒832.1039，对话天文林，对话选择何出此言，谁在等你，可获得成就老之连理再寻姻缘。三清山1131.810，使用探索技能挖掘，可获得成就不是什么好鸟。三清山1230.922，使用探索技能祈福，可获得成就香火绵绵。沧州669.940，进入小屋烧糊三次菜，可获得成就我不做厨师了。汴京704.1297，进入仓库不使用照明功能找到角落的宝箱，可获得成就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。摘星宫随便哪个边缘位置往下跳三次，可获得成就当你凝视深渊。连云寨1150.1145，对话与问道，对话选择识文断字，等一会再去1160.1154对话，给他翻个面，可获得成就咸鱼也有翻身日。连云寨624.914，对话程大爷，再对话张贤，再与程大爷对话，对话选项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很有趣。结束对话会获得甜水一般的影子，任务背包内使用，可获得成就颠颠又倒倒。杭州919.833，这里的秋千上下五次，如果不能连续做秋千就直接换线做，可获得成就奇落人生。杭州1018.872，查看水井获得井水，再到1290.854，这里把任务背包里的井水喝掉。再与薛妙手对话治疗肚子汤，可获得成就凉水虽好莫贪杯。杭州887.1102、884.1138、898.1183，这三个地方坐一下，可获得成就几回花下坐。杭州897.689，先喝酒再对话忘安，对话选择正常的诗句。786.635，同样喝酒再对话选择正常诗句。最后到汴京1441.1408，喝酒对话再选择正常诗句，可获得成就一生一永续诗情。杭州862.1034，这里捉光虫
然后快速的传送到灵隐寺，把光虫放到 778.1404 这里的石灯里面，可获得成就长途跋涉。杭州 1338.101 对话正期进入大牢，大牢 144.188 处使用闲区技能挖掘，这个时间不一定，可能几秒钟，也可能需要几分钟，反正就是一直挖，把牢底挖穿，挖出去了就可以获得成就，挖呀挖呀挖。今天就先布置这些作业吧，多了怕你们做不完直接跑路了，下期再继续吧，策划们的脑洞成就。